目前的形势让人紧张，不过这种紧张感对球队有益，让他们有机会获得丰厚成果。在这项赛事中取得成功，将会给球队带来各种收益。满怀希望的球迷们依然在呐喊，希望他们的球队能够晋级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此城危急存亡之时啊。比赛日人声鼎沸，球迷们的歌声嘹亮，充满赞美、自豪和热情，为比赛气氛增色不少。话不多说，现在双方的较量正式开始。卡卡找到了空隙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皮尔洛 AC 米兰连续做了几次短传配合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本来选择很多的帕特里克·维埃拉被侵犯了，裁判开场不久便出示了第一张黄牌。球来到了左侧，卡卡能进球吗？这才是精彩的扑救。罗纳尔迪尼奥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，是门将太神勇。帕特里克·维埃拉及时断球，罗纳尔迪尼奥试图直塞，舍甫琴科一脚劲射，但是被门将拒之门外。巴西反击，莱昂内尔·梅西从右路开始刺动进攻，球在古利特脚下，帕特里克·维埃拉，梅西，他成功夺回了球权。安德烈·皮尔洛反击的好机会，想要找跑位的队友舍甫琴科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他们在对方后场进行着积极的拼抢，卡卡，哦，让人拍案叫绝的过人，及时的抢断，这一脚传球有点拖泥带水，舍甫琴科抢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，进了。禁区里密不透风，能够找到这样的空当非常不容易，门将根本没法预判，确实有点不太走运。 AC 米兰取得领先，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先下一城，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铁杆球迷停止呐喊。现场你几乎能够听到主场球迷心碎。贝卡阿姆门将表现非常给力，这球可不是一般人能扑的。贝克汉姆不得不承认刚才的扑救非常精彩，客观地说啊，这次扑救确实值得嘉奖。